各位歌友，大家好，现场是麻豆、谢宪明、寄生歌社，谢宪明、谢导。哎，全国的教育人吼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甲小邓的参详，因为伊起文教已经45年，正式参加比赛已经40年，而且在第一年国中3年，迄个就已经得到足侪足丰富的奖品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后来延续到最近这40年来。贵贵拢入相，吼、哦！在即南海、北海拢总非常发挥。啊，即嘛一个之处啊，有部分非常精选的分教。啊，有啥物有这分教，咱请谢董甲咱做一说明。哦，啊，甲各位各甲你有报告啦吼、因为即间是因为安尼啦吼，因为都庄德兄交迄个同学兄拢拄着来找我佚佗啦，吼、因都咧做网站。哦，我咧讲啊，你遮侪分鸟会着顶个啊，拢无咧互生啊。因为我比赛都较早一冬，啊，搁一开内面啦吼，85只有啦。啊，因为算讲咱个教练群也会坐会啊，啊会也退休啊啦。我听阿妈都阿妈要着钱啊。会啊，我袂想做爱饲啊啦，因为饲分鸟毕竟嘛是一个足辛苦个行业啦吼。啊，因为算讲搁有一点就是。嘛是前当讲过，就是讲，少年啊人都也无要甲咱接，啊，干那剩到阮第五个安尼两个吼，想讲啊，都找一个机会，甲咱内面好个配对，啊，一间较大量个，吼，啊来分享，吼，安尼咱全国个教育去试看卖安尼啦吼，因为这是拢我实践个教，并毋是讲吼啊落系统教尔啦，就是讲爸母个多数九成拢是着顶个。而且嘛，全有做过着顶的安尼啦。诶，那你当理解讲，谢董寄生歌社最近这20-30年来，除了导入非常优秀的国外的优秀技术歌，当然也在南海这个赛季里面实际参赛的每一年每一季都在比嘛。哦，那用这个成绩验证这个实力，那在速度是不是像小邓甲你讲速度？咱嘛有得做好顶个冠军嘛？其实我的分鸟吼是伫普通市啊，是若讲五冠内面，伊拢伫迄个两三成、三四成，我的分鸟就看感觉较紧啦。我如果讲今仔是九成外，其实嘛是也不会当冠军，但是平均上就无较紧。所以讲我的分鸟得顶，逐冬都有得顶，但是冠军还无偌济啦。哦，冠军干只只尔，迄较困难啦，迄较困难。十点来是差不多开开拢有啦。啊，你若讲足优秀足紧的，迄我的分只个特性是较属于伊个空闲啊天，咧蹲老的时，伊较容易看会到伊咧好。伫个即个整理系统书的即个中间吼，啊，我有发现讲谢董伫个战局拢会落来。你伫个战局拢啦，第五关战局啦，拢落来无几只迄种的，也是咱花时间到。战局拢来无几只，搁较困难的一点就是讲，伫个南海这个比赛来讲，伊伫个十月这个甲春啊这个定定会飞到2-3点、3-4点。春冬吼，常常你若讲时间到4点来讲啦，其实南海甲北海位也无同，就是讲南海只要有时间，伊拢有可能会转来。所以讲，你爱找讲这鸟是有哪有本身先天，因为我较爱买长距离的分鸟，我较。个人的偏向啊，咱话嘛，买短距离嘛飞真好啦。但我较爱买较长吧的鸟来拍短。啊，我咧老种鸟是安尼啦吼，就是讲你都爱代代出状元，就是讲每一代伊拢有好的成绩，而且拢差不多逐代内面留落来拢是有迄个残局落来，靠留咧育种啊。所以讲唔开会饲，啊，因为咱着顶个也无咧卖。啊，地主讲愈管愈济，我是。都庄德兄都一直在讲哦，你这只要无哦生一挂哦，这样好分教当然来分享哦，分享哦，安尼全国的教育哦，安尼来来收起是较无彩啦。那经过这我们长时间的跟谢董的沟通，那也争取了一部分歌社里面重要的精英，跟他现在以往的总歌琴都是一样的，哦，拢是同素质的啦，就是讲甲一部分较少年的吼。啊！即兄弟姊妹拢有着顶，拢入上，啊是老爸老母，拢是非常优秀的即纪录感，一部分来分享给咱的嘉宾。咱的嘉宾会当以咱在伫咧台湾全省各地，以
你们的赛制，你们各位的赛制啊，然后去做一个配对的一个融合哦。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时间是40多年，啊，这个婚照在什么天大概会不什么型的，有什么优秀表现，拢在实力里底验证啊。所以讲真感谢，感谢小董，予咱有这个机会吼，甲这部分上届优秀的、够上少年的拿出来分享给大家。吼，第一就是感谢大家，嘛，予大家有机会，希望大家像咱的好歌王，甲咱展示。感谢，嘛感谢谢导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